帮我看一下哪个发夹好看，我都要挑花眼了。这几天可能都会比较晚。没事，我不吃这个。 江浩月，你带我自己回宿，先走。干嘛？这个，我好像找到了我的梦想。走过最长的夜路，准备很久。我对你是坏人了。果，可是我帮你。看节目，看节目。看什么节目？ 一会儿就要上台了，我们跟姐姐一起站，走！啊！五弟，好了没啊？快点！马上，马上！别看了，走走。走了，走走走。走。陆苗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之前发圈的事情，我说谎了。我和江皓月只是意外碰到。 你为什么要说谎啊？我想我是有点嫉妒你吧。他对你很特别，而我确实喜欢江皓月。我读书差了点儿。雨停了。